大家好，好，哇，满满的人潮嘞，是，哇，金价老嘞，金价老嘞哈，哟，那你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主办方的用心啊哈。金雅姐姐，哎，你好，你好，主办方也你代表快有力，哎，真的吗？对呀，很开心哦，很开心来朱莉姐，哈哈，哎，美台湾妈祖文化节啦。非常开心哦！主办单位邀请到北港朝天宫的整个绕境团队，好，目前来到我们的慈惠宫前，到那个谢老团队是由董监事哈、副董，还有所有董事监事所率领的团队哦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哈，那么中水和平义务哈，期待的北港蛮有特色的那个大妈仔爷爷，大妈仔爷爷了哈，哎。很久不见了，我们是北港人啊。进来哈，进来进来，我要镜头，我要镜头。我们中华就是我夫。来，麻烦大家让，谢谢哈。那卡牌收下起来，麻烦，谢谢。感谢干事，将感谢总干事吴辉雄，感谢。北港人各位，北港人各位，我是吴县大哥。来，欢迎徐总了哈。哎，那个记得不动摇，等丢哈。那么记得牵手心跳的超级大马仔爷爷哈，看到了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后面就是北港朝天宫，那么牵手心跳，那么记得整个绕境的开锣广告，然后北港朝天宫金身顺开入股，有百年传统了哈，有百万单的礼数了哈，尤其是伊的排场演奏非常非常有名哈，很多的一些银神社会都争相邀请了哈。所以哦，大家好朋友，如果想要欣赏非常精彩的排场演奏，哎，大家仔细听了。啊，那你姐跟李眼将军，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千里眼将军跟顺风耳将军之后的是什么？人妈做性格，性格中间的是咱的这个什么？这个车，有无？咱的这个飞达跟休达啦，对，咱的叫做阮当地叫做休安车，休安车，我们听到很透彻的这个声音，是八音吼，唔是叫做飞顶车，飞顶车，对，就是嘛。顶吹哈，那么听到如果听到这个声音，那得咱要阿米啊，妈祖宝贝来了，那你妈祖宝贝来到现场咯哈，来，咱现场的所有好朋友哈，咱来怎样讲吼，那妈祖宝贝来，咱来去谢谢呐，双手来合掌者哦，咱拍得中咯。
中路小牛湖区吼，好来麻烦大家哈，麻烦大家，我们的左右两边跟着朝拜好不好？那今天大家都最有福气的哈。对对对对。我们左右两侧不跟跟着一起朝拜，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老在滚滚呐哈，连静雅都跟着兴奋起来了。啊，真的，尤其我们看到朱主办单位非常非常的用心呐哈。是。哎，有点那呢，朱领委员率领所有的那呢，那呢所有委员会和朋友跟很牛的工作人员，这么优秀的两位主持人，谢谢。哎，真的是哦，整个脑袋滚滚啊哈。我们看到北港团结的那种凝聚力，真的一路带上来板桥这边，产生热闹的声势。我们也跟着非常的兴奋呐哈，现场这样子的一个热闹的人潮呐哈，而且大家非常的虔诚的恭迎圣驾哈，非常的感动呐哈。哎 ，Hello， 而且我们所有的教班弟兄都是志工朋友，对，我们都好像是自己一家人，哥哥。哥哥，那么你老鼠是挂筒来的对吧？而且在里面都有看到一些手机。哎，对啊，哎，我们副董来啊，欢迎欢迎，我们吴敏俊吴副董，欢迎副董。哎，来来，公交点不高调的哇，来来，天上什么？来双手合掌，来现场左右。有台因为信道相救好将。哎，有台因为咱娘舅们也因为咱这会相救好将哈。对啊对啊，咱恭迎信达。是有所求所求如愿，马祖伯拢听来着。好，来我们这边请。咱相救好将，让电话来给马祖伯讲你的心愿。谢谢我们板桥指挥官副主任委员李松鹤哈。来，恭上恭上。来，恭上哈，恭上。来，恭上庙，咱北港庙天宫天上神庙起驾，我们的下一个行程。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咱的妈祖保佑，咱的个人送。对，妈祖祝福大家平安顺利，都发财啦！来预祝我们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顺利圆满成功，我们等一下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感谢金雅姐。莫一开哦，你那边表演哦，我跟你一定爱听金雅姐介绍起来啦，哦，一定爱听伊介绍啦，哦。哎，今年我也很，哎，今年你也很幸运，你在一格车，就是在一格参与到培养很多的盛事。今年很幸运，我去点到三马的票，我去帮他点跑哎、欸。你点跑，我刚刚想看天神，我看到周妈的。等一下，你怎么周妈的？你都准备接啊？拜拜。其实北港的热情、嗯、大家会看得出你虔诚的心，真的就是当时会有这个缘分跟刘中妈哥，然后也是刚好也是认识了朋友，是，然后很六十会跟、哦、我说哎、欸、真的哎、啊、我说哎塞啊妈祖婆看到你的眼睛你的打拼啊伊嘛看到你的心心这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扛在身不只是一个重担，对、哦、更是一个对于在地文化，对我们自己文化的